直击80年代的明星的真容，个个美颜不可方物。老照片见证玄机，李美娴是80年代的港剧一号女星，她的颜值真的很高，窈窕的身姿，精致的五官，清新的气质，惊艳众人，古装女皇的称号实至名归。她的作品有《倚天屠龙记》《书剑恩仇录》《绝代双骄》《连城诀名门》等。刘晓庆是80年代的电影明星，她虽不是最漂亮的一位，却是最有气质的存在。她唇红齿白，明眸善睐，是一位典型的东方美女，用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来形容为不为过。林芳冰是典型的古典美人，这位1965年6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的传奇女星，一生极具经典。这位古典美人年轻时可谓是倾国倾城，80年代第一美人，实至名归。林青霞是东南亚第一美女，她的风格跨越文艺和武侠，女装以及反串皆能独领风骚，演女性角色时尽显女性之美，演男装扮相时眉宇间尽显无可匹敌的霸气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